放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就把箱子留给你。 当初你不会武功，没有救我，我不怨你。后来听说你到处办事，我一直盼着你会来找我。我就像西域传说中那个困在瓶子的精灵，一直在等打开瓶子的人。可是。 于是我发誓，是要再打开这个瓶子，我就杀了他。谁？谁知道？跑什么跑？又不吃。来香，你进城做事。毕老爷说了，老鬼要是敢回龙门阵，就得让他人头落地。我记得赏金是500两。 毕老板的名讳，你是第一次听说吗？他老人家一诺千金，既然说了，就不会反悔。但这钱，我看应该给这位周兄弟。接受。 你们放下箱子，再放开夫人，我就让你们走出此门。夫人嘛，我们自然是不敢怠慢，只是想要请她送我们出城而已。可这大门我们自然是出不去了，还想借你的密道一用。夫人，您这么做，在下很为难，很为难。 老鬼的赏金别忘了，改天老娘先替周不同收着。